作为同一时期的演员，毛泽东的扮演者古月、周恩来的扮演者王铁成和蒋介石的扮演者孙飞虎，并称为特型演员金三角。然而，2005年古月病逝，如今孙飞虎也遗憾离世。已经78岁的王铁成只能在回忆里回味三人拍戏的那些岁月。拍这半截戏，就是这戏谁演的好，就是他演的最好了。我们既然第二年的话就得了一个金鸡奖的最佳男配角奖。